为与心狂晒魔鬼控控赢 Gina。前日魏雨森、何佩如 Gina 同曾淑雅齐齐为无线节目《超强选择》一分钟录影，其中 Gina 着上小背心收起丝带，而魏雨森就着上紫色比基尼狂晒四寸事业线，空赢全场，搞到 Gina 都唔敢望佢啊，仲话好正常咯。因为我又成日都讲话我唔系因为为咗性感而性感嘅，咁今日真系水上活动咪着比基尼咯，好正常。咁你怕唔怕陣間跌落水啊？我自己都驚跌落水嘅，好驚，因為之前我識游水，但係跌咗落水個樣係真係會比較難看點。雖然之後都係跌咗落水，逼波當贏咁，但係都壓過 Gina 贏得第二名啊 ！Gina， 你又做乜收起性感啊？咁我諗住佢係一家大細睇，所以。健康、开心、娱乐性丰富，金铺真系输人有输阵啊！